成功端有160个多指，所以分端有160个指。那七万之间呢，从9:55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一共8个小时的维修车。那动员的人力有运动机电力大概180个人。好，下一位。好，这是我们这个协调出来今天工作的时间哈。那红薯断电就是刚刚说过的哈，8个小时5分钟。那目前呢，第一个阶段是电车线的切线作业哈，它大概有1个小时的时间。那之后进行了轨道作业哈，有所谓的切轨跟拨轨的动作。那轨道作业完了之后，电力段进去做这个电线的工程。那调整完之后，交给耗制施工跟测试。那整个完成之后，最后的实车作业哈，务必要在明天的6点以前哈恢复通车。那各位等一下到现场去，安全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等一下到平交从平交道进到工区往成功站看，这一条线是山东线，这一条线没有封锁，山西线跟成堆线是路线是封锁，所以这两条线没有列车。最右边的山东线等一下还有列车行驶，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注意。接下来大型机具，尤其是怪手，请各位要注意它的回转半径，一定要在它的回转半径以外，保持自己的安全。那晚上到工地去，因为这个光线不是很充足，那所以要一定要注意路况跟高低差，避免遭设备或部件绊倒。那在吊轨作业的时候，要注意避免这个压伤。那刚刚封锁断电这个时间还有刚刚这个路线，我刚刚讲过，请各位特别注意其中有一条线是没有封锁断电的。好，那线是所谓的台中线，这边是往这两条台中的三线，这一条是成堆线，工具又在这边，现在正好在办理封锁断电的手续，那手续完成之后，我们这边就会就会显示这个断电封锁。另外从这个屏幕这个屏幕现在 black 就是代表封锁，这就是那个列车断了自己这边，确保工作安全。那就等那个通知。我们领安全配备。来客。好，他们现在还在断电。这个麻烦部长穿一下安全装。
好，这个步骤，来，先坐。是路透射还是有断掉吗？它是放没有路透射，不，我是路透射。但你放它一点没放，你刚有放啊？有啊，有啊。那我刚刚看没干了。我发现我刚要连的时候，这边网络有点怪怪的，信号不太强。你中了电信了？好，好，是这样的。特别。拆弹，你看，好，先上车是？是，拍照。稍等一下，好，下次慢慢来。是。一号在后面，他的一在后面。一号是第二台啊。对，我们是一号，我们是一号，你不要管他们，就我们这一台就好了。那要开下面的那个。对。我来。那建你进来，因为那个师兄跟吴样他坐定他自己的开车。我的相机，我自己的副驾没破。就这样，谢。好，我的 OK。哎呀。好。好。OK。好。来。OK。好。好，放手了。我们在前面嘛，对不对？对。硬要塞进来是谁的车？吴大哥，哦，吴大哥，你说吴样吗？不是，从后车斗开是不是？就开后车斗，好，出不来。这个我会。鹏哥，我去开就好了，不要理他。不是，你要去开第三台车。哦，我就没有第三台，没有第三台。第三台是第三台要 pass， 然后应该要第四。第三台是不要的车。
坦部长车不是有他的神户会开吗？我去等下会不会被靠上？他就被挡掉，以为我要干嘛的？这是哪来的？然后一个手一个手，对，一个手刀就把我挥过来了。对啊，太可怕了。他拍的先出去了，好，好，好，那个接下来副长，副长来，副长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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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比较大应该会叫吧，有车应该会叫吧。包部长，这个我们这里的设备是计轴器，计轴器就是侦测铁轨上有没有列车的设备。那计轴器本来是在旧的轨道，那我们这里要把它移设到新的这边来，就是旧轨移到新轨这样子。这个计轴器是往南移，本来在跟那个轨道移到这个轨道这样子。那个是偏北嘛，对不对？哎，对对对，这是北线，这是南线。这个切换到南线之后，北线空出来，对，可以另外一个报告。对，报告部长，这一条是北线，这一条是南线，这一条是新设的轨道。那陈追两条轨道就是这两条。那我们为什么要先切到这一条？因为这一条跟它的距离比较近，没有达到这个安全的要求，所以我们这个火车切到这一条线以后，才会去做这一条线的往北去做波移。在丰岛，等到波移完成，相关的这个电车线耗时都完成了以后，才会再切这一线，就变成双线通车。所以今天晚上是把这个现在既有在做这个有行车的这个陈追线，要把它移到这个新的线路来。明天早上刚讲完工以后就开始调这条，等下这条线上面电车线哦哦哦，调整完以后再调整刚才。那他们这个他这个耗资的部分是把那一边的耗资把它移到这一个耗资的部分。所有的工程要在明天早上五点多之前完成。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要经过试车。所以简单来讲，本来的陈追线啊，是在北的那条，目前行车的。那你现在南线已经架好，但是呢，所有的这些这个要切换过来，对对对，啊，让明天早上呢，就跑这一条，火车就可以跑比较偏南这一个，对对。然后北的那一条原来的就在。波在往北，波移，波移出它的那个安全的空间。那它沿线的包括电车线，可是那边往北是没有空间的。有那个用地的部分，我们有去办理申收。这个黄田茅房这个部分，是我们征收的。那是你自己的，那是
般火车的轨道的两侧，比如说几十公尺那样的距离，就是算我们的一个铁路用地。它是那个本来就是铁路用地的，其实是民。也去把它征收回来。啊，起码请求哎，按照。对，我们。哎，这些都用试驾在征收。对。我按回去，终于让地主等到了。啊，所以上面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电。啊，需求。对对对对。我的线。高部长，我们现在去那个切换的位置。好 ，OK， 好。哪边？前一个平交道在。对，前一个平交道啊。哦。我骑脚踏车走那边就过来的，怎么这么一圈过来？第一个出来的第一个。嗯。你看这贴完你在那边嘛。哦。他可以转过头了，对，同时一起上上车。啊，糟糕！你放哪里了？可以，手机套掉在那边。要我有手电筒吗？不用，没关系，我有电筒，这样拿着就好了。好。接在这个位置，这样。哦，这样子啊，对，这个地方，这里的哈。对，这个是，这个两个钢管，一边是耗子孔，一边是回流，一边是回流。所以说接地一定要接在回流。这个最接地气的哈。把它倒掉才安全的啊。是。好。对，拿出一头来，没问题。对。要再注意啊。所以每一天都要巡呐，哈，你啊，那个，有，我们有各种这个单位有布巡，有机巡，风跟电的联合巡，那这个基本上每天都要。放在那里没关系。坐车的人，然后不知道大家的辛苦啊，安全啊，这个每个时刻都要有。
他们现在他们在做。这边我们发布了，因为啊，回到我们这边，这边这边，对对对。那这个，这晚上这里，等一下他们店的部分剪完以后，他是会把轨道切开，然后把这一前面这一段拨到这个位置，接上来。啊，他的那个轨是从那边这边切开，整个拨过来，拨过来，接上来，然后就可以通回车站里面，车就可以直接这样走，走曲线。啊，现在的轨道在哪里？就这一条，就这一条，现在移动啊。哎，对，这样切掉，要切掉以后把轨道移过来这边，移过来。这个你们是可以切，可以切都可以随时切。对对对，好的好的，等一下会切给部长看一下。然后这个总长多久？是今天晚上到今天六点到。总长，两边对，南边，全部是1.2公里。哦，那这南边整个一栋，全部是166公里。现场，
征收这一段是3000万，但总共大概要3亿。先前加先前的啦，这个是这一次的。这一次。现在要那个你还要多久？按照你
的就是这一块。Thank you.
你的罐头直接带到这边来，带到刚才这边来。好，收到。这些维修车要去地下，是要安怎拖过来？啊，人伊要搁直直往遮远。你下个平头啊，叫伊先渡过来啦。辛苦了哈、哦，自己哈、哦、要哈、哦、那个啊、哦、找时间哈、哦、自己要休息哈、哦，好，加油，好，好，好，辛苦了，好。